我想我奶奶了。婆婆，我是刘丫，我来看你了。景福镇敬老院，这个地方是我小时候上小学的地方，现在改成了敬老院了。你好，我找好你们院长，我是那个李玉珍的孙女儿，我买点东西过来。他们要的。我来看看他们。哎，那个车子可以开进来不？你那边呢？哎，我叫刘瑶。哎呀，才感谢感谢。我把车子开进来嘛。这个是敬老院的院长。孟娘娘，啊，王阿姨。我现在在新疆那边。现在这个敬老院有多少人啊，院长？这是多少？99个啊。哦。别个那个女子看不好了，你干嘛？给我捐第二次啊！那你们老年人啊，这是第二次给我捐了，你们记得打吗？那天我。